在今天上午一开始报了一个王思聪的花边新闻，一个陈伟霆的女友新闻后，卓伟微博的虞姬小妖终于开始了对李小璐事件的爆料，不过料好像有点不太够，只是说明李小璐前晚29日借宿普通家，隔天30日牵手贾乃亮一家三口现身酒店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下午1点还会有更多的料来报，这个点似乎是在说明李小璐前一晚去借宿，第二天又一家三口去酒店，这什么鬼？小编表示事情越来扑朔迷离了，卓伟大大，别吊胃口了，有事没事赶紧公布最后结果吧。好多人都是等了一夜，还有好多人都是特意请假今天来吃瓜的。对于李小璐29日借宿普通家，隔天牵手贾乃亮现身酒店，大家怎么看？